成什么？这个第七个问题是每个产品类别的销售总额百分比哦，所以这边我已经把它改成销售的数量，那你如果把它直接改百分比，好像是数量的百分比，所以记得再把它改回来，改回什么？改回加总哦，所以这个力量就是总计。好，然后呢，不要拿一颗，所以把部门名称拉到上面删掉，哦，先把它改成加总哦，所以把它改回加总，然后不要部门，最后要把它显示成百分比，哦，所以这个主要有三个产品：主机板、显示卡、汇流牌，那他们的销售总金额的百分比各占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边一样哦，把加总改成值的栏位设定。并且把值的显示方式改成什么？改成总计百分比，按个确定。好，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啊。当然，一般习惯是看要不要我把它改成那个到这个地方哈，把它改成到小数点的整数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这家公司销售金额最赚钱的应该还是主机板85%哦，然后显示卡13%。好，汇流牌的话是2%，所以其实对于业绩贡献最大的还是主机板这个产品啊，所以这个马上可以看出那个结果来哈。那第八个问题是什么呢？第八个问题他说每一个年度的月份销售总额 ，OK， 每一个年度，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年度跟月份把它放进来，然后呢再把那个销售金额放在值的计算。OK， 所以你会发现哦，刚刚为什么在销售阻挡里面会多年份跟月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哦你要分析的是年份，那如果你没有年份这个栏位，很抱歉你就没办法做。 OK， 所以道理应该可以理解啦，反正你要什么你先准备好就对了啊，有点像你要煮个菜哦，你没有准备你要的那个材料的话，你就没办法变出那个花样。 OK， 这道理是一样哦，要炒个蛋炒个饭嘛，至少还有个鸡蛋嘛，如果没有鸡蛋的话怎么办哦，你要至少有个葱吧哦。 OK， 如果没有那些你就变不出花样了，所以道理是同样的。那我们怎么做呢？第一个哦，每个年度哦，每个月份的，那所以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我们先把旧的资料分类拿掉，然后呢把月份呢放在列标签，把年度呢放在蓝标签，你会发现马上就显示出来。不过因为刚刚是百分比，所以我把它改回来，它要的是什么呢？它的那个值的栏不要百分比，把它改成无计算，按确定。好啊，它的资料就出来了。不过我的习惯是什么？千分位之外哦，没有的资料就补零啊，补零的话我前面讲过了，选项里面的选或按右键啊，右键里面有一个什么选项 ，OK， 你就把那个选项部分呢输入个零就可以了，这样感觉会比较完整一点点，看起来会比较舒服。OK， 再来的话呢，不要每个月哦。这个地方的话，第八个问题是每个月，可是我不要每个月，我希望是每个季。啊，季怎么办？三个月一季啊。可是问题这边没有季怎么办？很简单，你可以在列标签1到12月按右键。好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功能叫群组。群组的话，意思就是说哈，它可以让你在比如说每三个月，你就这边的话群组按点击，它会出现说你的开始是1，结束是12，那你有没有一个间距值，我每三个月，所以输入3，它就帮你把1、2、3当成是一个啊，4、5、6个一个，所以如果你没有记的话可以用群组来代替，可以按确定。或者是说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增加一个栏位，那个栏位叫记，可不可以？可以啊，只是说看哪个方法简单你用哪个方法。 OK， 好，记就出来了。然后再来的话呢，列出什么呢？每个部门已经大概差不多了，所以第九个问题然后第十个问题就是列出每个部门每个业务员的每个客户交易金额，所以这边的话变成说我们有三个层次，那就分别怎么样把那个每个部门的相关交易把它再放过来。所以这边的话我先把年度移除，这个也移除了。好，如果说我今天他要什么每个部门，所以先把部门先拉过来然后
再来的话，就部门名称的每一个业务员，所以再把业务名这个员再来就是员工姓名然后再来的话就客户姓名客户名称 OK， 把它拖拉过来，那你会发现它自动就帮你把它算出来，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排序的最后其实能够由高到低帮我排序一下，所以每一个客户每个业务人员他针对每个客户的一个业绩排列你就可以显示出来 OK， 那这个是问题第十，那最后的话呢他要列出什么呢，这个排行榜Top Sale 谁的业绩最高然后如果只列出什么，比如说只列出那个前十名好了那前十名怎么列出，所以第一个我们一样把部门拉掉，把客户拉掉，留下员工，最后一样怎么做 Z 到 A 的排序，排完序之后完成了，但是如果你要前十名的话怎么办，前十名其实这边应该是用筛选你可以怎么样筛选前十项OK， 他就帮你怎么样有没有最前的十项，然后帮你做显示就好了，前十名 Top Sale 就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会用马上就有答案了你就不用再对，有没有很好用的前二十项也可以啦，前三前五项也可以啦不然的话以前你怎么做慢慢看一下是不是数到第十个所以有些时候啦枢纽分析表里面有功能你就会要用，而且这些都是活学活用OK， 不是死的工具，那你可以马上把你要的东西给分析出来，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只要你 data 够大哇，你 data 越大越好，就怕你没有 data 不过 data 的钱还要真的就是资料正规化，所以今天主要前面都在做如何喂给枢纽分析表正确的资料有很多原理原则啦那也是那些方法我刚刚讲过了，如果有些细节假如说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啦，今天那个影片都有录下来你回去的话细节慢慢再看过如果对于这个课程还有学习兴趣的话啦，其实延伸性还蛮大的，光函数你们恐怕就要花蛮多时间的另外的话其他程式啦我是觉得如果有兴趣当然把它学一学哇，工作会更有成就感的而且多一项专业技能那因为剩下时间请各位也是把那个一到就是后面七到十二的那个枢纽分析也做一下然后后面其实可以做枢纽分析图啦，不过今天时间可能要做应该没有太多时间那先试试看好了